哎，大家赶上哦，赶上，我要关门了。你坐那边，你们坐那边，坐那边。是有到屏东吗？没有，这边有关门的。你们坐左边那班，坐那班，坐那班。有，现在是在行政室里面。对不起，是不是有捡到吗？有，放在行政室里面。都跳到下一班车了。不给我们坐呢，人家时间到了当然就关门了啊，不是我不给你坐 啊，没有等一下的，自强号大家都要等，不会等啦。有啦，快接近两分钟。这边而且这个马上就有区间车北上的啦。没有没有没有这样慢的，有啦，人家时间定好就是35就开了。我们每天在坐的人怎么没有？对啊，那你问那个司机为什么要把你们载晚载这么慢了过来，人家时间到就关门了，又不是我决定的。你看到服务员在等一下哦。没有在等的，你说我们每天坐，对，然后时间就是到就是要开。没有没有，我们没规定再慢一两分的，时间到就是要开车，时间到就是要开车，每班车上面都定时间，就是要照时间来。哎呀，啊你我这边慢，啊其他人又不在耽搁道，上面又有人在赶时间呐、啊，整个车几百人都在赶时间呐、啊，一分钟那几百人就一百分钟了。那天是那天，啊我执勤就是照时间来，而且今天假日都是真的很多车。你要搭都有车可以搭，人家赶到那边刚好4点上班的啦，现在来不及了。那个我们就照时间上面写字了，公告多少时间就至少说先走，不是我决定的。